为何要修正信心这张牌的牌意呢？我要用自我肯定跟信心这两张来做一个比较跟说明。自我肯定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的，也就是肯定自己，看见自己的优点，欣赏自己，确认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，而这是一个对内的肯定。但信心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我的图画的是毛毛虫变蝴蝶，也就是它是一个属于自然的法则，所以信心代表的是一个对外在的信任，而不是对内对自己。所以这个信心其实就是对于外在的你有一种相信，有一种信念，就好像你对外在的环境或这个世界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感。透过这样的信心，你可以去相信宇宙的运行，你也可以去相信那些还没有看见却你相信会成真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也是信心跟自我肯定会不一样的地方哦。